师大，您的专题就是滑冰初上。女主角女神们降临了。林心如一身黑色斜肩利落裤装，搭配杨谨华粉色礼服和刘品言的白色裤装，难得来上节目，要来讨论华灯初上剧中的复古流行元素，还要做星座测验。好奇宝宝喜欢挑战，有新的领域就想尝试，所以你们的工作还蛮多变。三人私底下感情就很好，下了戏也常聚在一起，最喜欢聊的话题就是保养秘诀，心情愉快啊，是运动啊，对，然后多喝水吧，然后对，吃的简单，我觉得吃的简单，我们吃的简单吗？我们吃的应该没有很简单，算简单。金妹姐很可爱啊，然后她都每次我们出去吃饭什么，她都会把所有人都照顾得好好的这样子，然后你就看她在喝多，她就开始微笑。而近期林心如的好友徐伟宁爆出婚变风波，林心如也说一直都有关心对方。他只要开心幸福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你惊讶吗？还是不惊讶？对，没有证实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对，我们都是看到报道嘛，都不是他亲口说的，就看起来一切正常。我们每个人都超正常。林心如跟徐伟宁的好交情，自从戏剧《十六个夏天》后延续至今。今年一月还一起吃饭，在 IG 上发文。如今传出婚变，林心如只说希望徐伟宁开心就好。TVBS 新闻罗宏昌、李启文特别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